向前，好。大货车行经路检点，放慢速度配合拦查，没想到副驾驶一秒跳下车，狂喊要上厕所。你被放尿？拔腿狂走，这位老兄边喊边逃，连远景都看傻眼。就这么刚好，哪时不尿，这时尿，远景直觉不对，直接摊牌。喝了，你先跑了，你慢点走啦。我不走。你有什么案件眼见被团团包围，插翅也难飞，尿遁男这才乖乖配合报身份。果然，通缉看一下几条？通缉啊，看一下什么通啊？四条啊，先铐起来。洗钱、窃盗、两条诈欺，总共高达四条通。正信通缉犯装傻，妙被打回原形。警方继续搜，竟还不止这样。身上有别的东西？没依法对进行搜索。哦，底下啦，有铁皮袜可以来。警方进行附带搜索，在其随身包包内起获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。一包及吸食器一组，以为尿遁就能落跑，真是好傻好天真。四条通还吸毒，这下被逮要上厕所，只得去警局慢慢上。记者杨杰、黄玉兰台北报道。我是陈怡蓉，播报工作就像是突发新闻，你永远不会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。而棚内的第一线总是充满刺激与挑战。更多的新闻资讯，请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并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和开启小铃铛哦。